南投县立文化表演团体带来各群组的特色舞蹈表演，展现热情活力。主办单位特别邀请部落文件站长辈担任表演主角，更增添了热闹气氛。啊，难得有机会大家聚在一起，啊，互相在啊认识我们自己原乡的啊这些啊年轻的啊，或者说我们的长辈。文化健康站里面，我们部落里面的长辈，我们正好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把他们带出来，也能够接触我们各群组的这样的一个文化。在这里有这个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来展现，大家都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乐意。南投县内有三个原住民乡，具有多元且丰富的原住民族文化。主办单位也提供农特产品摊位，让大家有机会更深入了解彼此。原乡的农特产品来这边做一个促销、一个行销、一个活动，不单纯是文化嘉年华，它也要涵盖一些农产品，从来这个地方也做一个宣导，啊，也做一个品尝。他娘还多在多嘛的，哎喂喂喂喂，哎哒，搞乌尼么是搞搞弄，哎哒搞乌尼么是拿皮努干，哎哒搞乌尼么是么是下伊咪哒鲁鲁西索索多乌加。活动中，各部落的长辈透过看表演以及参加交流活动，度过了欢乐一天。大家希望公部门应该常举办，展现县内精彩丰富且有活力的原住民族群文化。原视新闻，八都布拉干南投市采访报道。